花园大酒店的朋友，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听不到，好，谢谢，我只是测试音量而已，因为等一下大家玩游戏了。感谢大家竟然在有空的时间点来到这里，因为刚刚下了大雨，大家有没有淋湿？其实我昨天在知道这件事情的要来这里的时候，我一直在怀疑一件事情，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真的知道我是谁？知道，那我再问一件事，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可以大声一点吗？哎，他的粉丝的名字叫什么？安吉啊，你肯定不知啊，你不是猎人，你啊，你讲的。好了，非常感谢大家呢，今天播控来参加我们木曜家厨房的行动餐车的开幕，非常感谢大家，来给大家自己一个掌声鼓励。其实我真的很累，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明天很早的飞机，因为一直有人一直在问我说，阿东你现在到底在干嘛？我真的在带团，我真的在带团。那我们顺便问一下秋婉最近在干嘛？大家好，我是小秋，谢谢你们来参加今天的餐车活动，这样很开心。最近都在忙些什么事情呢？最近拍蛮多影片的，有订阅吗？有没有订阅？有啦有啦，有，这个一定有，他讲很大声。最新的一部是播什么？六福村，六福村。那你等一下有一些问题会问你，你有可能会得到神秘大奖。OK， 想到二虎的，等一下就可以看一下哦。那我不晓得大家来到这里，希不希望带一点伴手礼回去？你现在是很简单，你只要呢 App 木曜家厨房的 IG， 就这么简单，就可以到芙蓉姐姐那边啊，芙蓉妹妹那边呢，哦，拿非常非常棒的口罩。所以呢，你还没有去 App 木曜家厨房的，我建议你可以去把它 App 一下，都 App 了没？有吗？有。那你领到口罩了吗？有了，这么快？我们刚刚都在下面，你什么时候来拿的？我们来进行游戏这个环节啦！你要换吗？我觉得可能要换。你要换？你确定？那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下。1、2、3。先问有加 IG 吗？5、4、3、2、1，好，滚！可以的，够了，警察抓走！也照一下，可以请问一下，从哪边来的吗？台南来的。台南。好，那来台北为了是？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特地跑来西门町万华这一个家乐福旁边的木曜家厨房的行动餐车，为的是来消费。哦，来消费，来消费，很棒很棒，谢谢。终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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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嘿，耶！恭喜你，你赢了。虽然你是来看什么？刚刚有没有突然之间闻到一股清芬的花香？有，我就发现你们的镜头都默默的就往里面移过去了。那我们欢迎阿布玛利亚。在这里吗？在这里吗？先麻烦你在里面一下帮忙一下，而且。对，而且我们希望您号召一下，因为大家呢，只要有来这边消费、玩游戏，完了之后他你会经由你的手递餐给他，所以希望叫大家特别好吃。对，等一下，阿豆说为什么今天长得很像困难哥？上车了。
这个游戏很简单，只要有人分贝数够高涨就可以了，只要高于120分贝，要讲出一个特定的话语，这样。来，妈。我爱不要加取来，结果多少？165。不是，你看板是65.1。一半的score，好弱，真的很弱。真的吓到我了，我也吓到了，可以拿出被自己吓到了。你在天桥立那边被海鸥攻击的那种尖叫声吗？我觉得不要浪费时间了，给大家玩好了。OK OK。131.1，真的吗？130，所以我们标准在160。听起来还能大声，但就是跟刚刚差不多，131。128.4，恭喜荣获我们小礼物跟阿布拍照的机会。我的女生这么厉害。对对对，131.7，130.4，恭喜。130.8，恭喜。可以啦。吃东西，要喝东西都可以来点餐。小好，我想喝荔枝饮料了。好啊，为了帮阿亮做一杯好不好？谢谢老板。你要荔枝什么？荔枝饮料。好，我帮你做。大家可以来点餐哦。而且啊，我跟大家讲 ，Peter 不是很爱在节目上说秋海很香这件事情，对不对？跟大家讲，真的很香。你说 Kid 不是在节目说都说秋海很香，对啊。我刚进来的时候 ，Kid 不一直说玛利亚我可以。请问一下，你有消费吗？没有消费，没有消费，不行，我跟不了。我们要帮 Eric 省一点钱。我跟学生游戏合作很久，对不对？我们值得喝这个一杯吧。但是这些都是成本，所以不如这样好了，我们要省一点成本，两杯一起喝。两杯，这样对吗？附近有警察局吗？有。来，我们现在要来问问题的时间。嗨。我们问问题的话，他只要答对，他可以拿一个小礼。好啊。对啊，我们直接。有没想到那个问题？可以吗？对对对，来。很难哦。很难哦。今天早上我有去运动。然后运动的时候穿的裤子的颜色是什么？哎呀，这个问题超级难，就只有我答得出来了。只有牛奶糖看到。内裤。不是你，不是那个，这样太 L 了，太那种。我没有要问内裤，对对，所以我们就猜，我们来猜材质好了。好，还那因为我最近呢有在想，好像在想养一只猫咪，然后想养的品种是什么？只有朋友才知道，只有朋友才知道。你猜看看，奇怪，奇怪，恭喜！你有公布他在 IG 上过吗？没有啊，大家怎么会知道？不知道我像想养过猫的人吗？有没有特别想要问玛利亚什么事情是他可以回答你的？收开演唱会，你可以躺在那里，没关系。收到。哎呦，同啥都得收的。啊，那得是呢，我现在就是在准备第三张那一个，第三张单曲，对，去年一直骗大家要发，然后骗到现在。对对对，骗到我女儿都长大了，都会叫妈了。
好可怕。对，那是今年真的会发，然后我想说这个单曲多一点之后，我也希望可以有一个地方我可以一个人帮演唱会或者是表演的话不错。嗯，对，希望，所以那时候大家会来吗？你们真的要来哦，因为他会用三首歌唱三个小时哦。没有，我会换，我会换更多歌。三首歌唱完就开始聊天 ，Q&A 又来了，然后又来再帮我拍三十张。No, 我是安室奈美惠入线，完全不讲话，所以演唱会可能十五分钟就结束。美，欢迎一下秋安。秋安在里面帮忙，觉得怎么样？厨房这件事情？觉得里面好热，真的。所以刚刚阿布也是一样的感觉吗？没错，这里也很热。这里很热吗？对，其实今天很热。对，今天大家都辛苦了。对，大家对今天好热。我觉得这个热我们可以忍受，因为什么？我觉得大家的热情才是我们真正要感受的热，对不对？很美耶。所以呢，希望大家呢真的继续支持我们的木曜家厨房之外呢，也要支持我们的木曜四超玩。当然呢，阿布他有他自己的 IG， 还有 YouTube 的频道，希望大家订阅、按赞，要小叮当，是小叮当吧？小叮当啊，小叮当，小叮当。啊，当然我们的秋安也有我的自己的频道 YouTube 频道 IG 或者脸书，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按赞跟关注哦。那我的话，不按的话，我就会诅咒你们。诅咒，我会躲在角落画圈圈诅咒你们。鬼月鬼门要关了，已经关了。现在唯一留着没走就剩我了。那真的食物呢，真的是非常好吃哦，品相也非常多样。希望大家呢，常常呢，如果真的没空的话，回到家里想要轻轻松松的洗个澡，这时候我们只要等待餐点的来临，可以在 Uber Eat 的上面，我们就可以点到木亚家厨房的全部的食品哦，还有料理，非常的不错哦。可可，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10月底的，到10月底都会在哦。10月底十，快点！十月底，然后希望大家有空也可以来这边跟大家拍个照合个影。真的，这是我们后备居之呢完成了这一个盛大的一个行动餐车哈。那希望呢大家都吃得开心，玩得愉快。你看两位美女也非常的赏心悦目，这样子。谢谢大家的光临，希望以后还可以继续服务大家。那大家都辛苦了，辛苦了，大家辛苦了。还没吃完的可以继续来吃哦，谢谢，拜拜。还没吃的呀。